十月三日，星际访客三 I 阿特拉斯飞掠火星，所有人都攥着一口气，它到底会不会自己发光？它是不是我们等了这么久、寻找了这么久的那个答案？我们总以为到了揭晓谜底的时刻，一切都会有个符合常理的解释，对吧？一颗彗星就该拖着长长的尾巴，一个天体发绿光，体内就该有能发光的物质。 这就像水滴落下，必然溅起水花，天经地义。然而，这个叫三埃阿特拉斯的星际访客，从现身那天起，就把我们的常识按在地上摩擦。它在火星的天空里安安静静闪着诡异的绿光。一开始我们没觉得奇怪，彗星的绿光吗？不就是内部碳链分子被阳光激发，像天然霓虹灯一样？ 可当科学家去查它的灯丝，也就是发光物质时，后背瞬间凉了。它体内几乎没有那些本该存在的能发绿光的碳链分子。一个本不该发光的天体，却在我们眼前清晰又稳定地亮着。我们本来指望这次史无前例的火星飞跃观测能抓住破解谜题的钥匙，可就在谜底要揭开的前一秒，我们依赖的 NASA 信息流突然冻住了。 官网换成了停更声明，所有数据同步戛然而止。通往真相的官方通道，偏偏在最关键的黄金时刻，从另一端被切断了。这个天体就这么在最该看清的时刻，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。这到底是诡异的巧合，还是这个颠覆认知的访客根本不想让我们看到更多秘密？先看这张图，直播中断前夜。 毅力号在火星上拍到的最后影像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一个悬在黑色天幕上的模糊光斑，安静得近乎暗淡。和那些拖着华丽长尾招摇过市的彗星比，它低调的像个误入镜头的瑕疵。可这份低调，或许才是它最高明的伪装。因为当全世界的天文望远镜终于锁定它时，矛盾的一幕出现了：这个在火星镜头里毫不起眼的光斑。 在地球夜空下，毫无征兆地亮起了幽绿色辉光。这抹绿光本该是把宇宙钥匙，可我们拿着钥匙去开三埃阿特拉斯的锁，却发现锁孔根本对不上。后续光谱分析显示，它内部几乎找不到能发绿光的碳链分子，就像一个没有燃料的火把在自己燃烧，一个不按规则出牌的演员突然登上了太阳系的舞台。这还只是开始。 更离谱的还在后面。为了看清它周围的尘埃，天文学家用上了偏振测量这把科学滤镜。简单说，阳光照到尘埃上不会直接反弹，而是会散射。尘埃就像无数小镜子，不仅改光的方向，还能让无序的光波变整齐。这就是偏振。可测量结果让所有学者倒吸一口凉气：三埃阿特拉斯的负偏正值。 在特定角度下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负百分之二点七七。这个数字看着枯燥，意义却震碎认知。它周围的尘埃和太阳系里任何一颗彗星的尘埃都不一样，不是我们熟悉的细腻的宇宙雪花，反而像形态怪异、结构粗糙的未知颗粒，甚至可能是用我们没见过的奇异物质做的。谜题瞬间升级了，这不再是为什么发光的小疑问。 而是它到底是什么的灵魂拷问？如果连最基本的建材都来自未知配方，我们面对的究竟是啥？更让人不安的还在后面。就像在北极冰原上突然看到一块自然的煤，但埃阿特拉斯的会发里水蒸气少得可怜，却塞满了二氧化碳。更匪夷所思的是，它还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寒冷深空时，我们就检测到了气态镍的信号。 要知道，镍这种金属得靠近恒星，在高温里才能蒸发成气态，它却在星际酷寒里像呼吸一样散发出金属气。而当我们分析它的整体化学成分时，更震惊了：它和火星的成分惊人相似。难道这个星际浪子不是诞生在恒星系边缘的彗星摇篮？ 而是从某个和火星环境类似的行星上掉下来的碎片。如果说前面的异常还能勉强归为未知自然现象，那接下来的发现直接挑战了物理法则。我们都玩过气球，松开吹气口，气球会因为反作用力乱窜。宇宙里的彗星也一样，释放气体时像点燃微型推进器，会产生非引力效应，让轨道轻微波动。这是常识。 可三埃阿特拉斯不一样，它明明也在持续喷气，航行姿态却稳得像被无形巨手操控的超级巨轮。数据显示，它因喷气导致的轨道每日波动只有一点五公里，这有多夸张？对比一下就知道。另一颗星际彗星二埃鲍里索夫，每日波动超一百公里；著名的海尔波普彗星也超十公里每天。 而三埃阿特拉斯在汹涌的喷流里，硬是保持着近乎绝对的直线。是什么给了它违背物理常识的定力？答案可能藏在它的体重里。最新估计，它的质量超过三百三十亿吨，比我们见过最重的彗星还重上千倍。荒凉的星际空间里，真能自然形成还抛出这么个怪物吗？我们看到的，真的只是一枚石头吗？ 面对这一连串解不开的谜，哈佛大学阿维勒布教授做了个耐人寻味的划分：一类是未来可能解释的异常，比如它的大尺寸、奇异反尾、古怪化学成分、强烈负偏振光；这些是摆在台面上的难题，虽难但还有被理解的希望。另一类却是巧合到令人不安的异常，它的轨道和太阳系所有行星公转平面几乎完美对齐。 误差仅五度，到来时间像算好的，刚好近距离探访火星、金星、木星。更让人毛孔发麻的是，它来的方向和四十五年前那个无解的“哇哦”宇宙信号来源误差仅九度。勒布教授直言：“那些说它只是普通彗星的人，得回答一个简单问题：怎么用纯粹的自然过程解释这一连串小概率到极致的巧合？” 现在所有线索都瘫在这了，一个不该发光却发光的天体，一套完全未知的尘埃构成，一份和火星相似的化学成分，还有违背喷气推进原理的轨道稳定性。NASA 的信号能中断，但数据不会消失。欧洲空间局的档案、天问一号的存储器、阿联酋希望号的记录里，真相的碎片正散落在全球观测网络里，等着被拼凑。 回到最初的问题：当所有异常叠在一起，它们到底指向什么？是巧合到离谱的自然奇迹，还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更颠覆的可能性？答案或许就藏在下一份解密数据里。欢迎订阅，等新证据出现，咱们继续拆解这场宇宙谜题。